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师，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电源按钮跟铃铛，进入周总的 h f p 2G PPD 还有几只狗。好，今天在田地节优成带领的微信官方公告，这一次活动联动活动的悟空的天赋绝学的部分啊，悟空是十体位属性是岩，天赋的部分呢，主动攻击造成伤害暴击率，呃，主动攻击攻主动攻击伤害暴击率提升十趴到二十趴。 那主动攻击每造成一次伤害后，可以获得一个毫毛；遭受攻击、受到伤害后损失一根毫毛。然后本次行动未发起攻击的行动前，可以选择使用绝学七十二变。变身期间除气血外，全属性降低三十趴到最低到零趴，间隔六到四回合触发。然后这个七十二变是天赋给的哈。 那毫毛的效果是免伤暴击伤害提升六趴，最多可以到三层。那七十二变呢？是主动使用可以变成敌方的目标，继承自身气血百分比和有害状态哦，有益跟有害状态，并可以立刻行动。行动结束后变回原形，无法对悟空和特殊单位使用。简单说呢，七十二变就是你可以变成风铃声，然后用风铃声的瞬杀声音然后再。 在 <laughs> 移动，大概就是这种概念哦。好，然后绝学哦，推三移零，对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零点六倍的伤害，驱散两个 e buff，清除两清除攻击范围内的敌方机敌方机关，推开两侧目标一格，对处于中间直线范围的敌人施加压制哦。 1> 那一次是增加使目标身上两个有益状态变成随机的敌有害状态，然后推开两次目标是变成两个。那二次的话是如果急退路线被阻挡，则额外施加晕眩的状态。哦，看起来还不错哦。好，火眼金睛。 主动使用的时候呢，驱散两个有益状态，并施加燃烧现行状态，持续两个回合。那现行呢是无法被选中的效果失效。遭受施加者攻击时呢，抵挡致命伤害效果失效。遭受施加者攻击的时候呢，哦，OK OK，就是像什么冰底啊、幽冰这种的，遭受攻击后驱散自身一个有益状态。 那一次的火眼金睛是选择一个格子释放，看一下，OK，好，然后二次的话是多施加两层的燃烧线型，丰脉多增加风脉的这个效果。好，绝绝当头一棒，攻击当的敌人的话，零点六倍的伤害，并发动追击的效果。对战前驱散目标两个有益状态，对战后施加晕眩状态，持续一个回合。 好，一次的话是增加本次攻击造成暴击，则该绝学冷却时间减减二，2, 然后减少两个回合。那二次的话是变成零点八倍的伤害。好，金刚不坏被动，自身气血大于八十，八回合开始的时候呢，获得一根毫毛跟金身。吸带三根毫毛的时候呢，遭受致命伤害时免除死亡。触发，触发免死时气血恢复三十八，并移除所有的毫毛效果。 那金身呢？是物理免伤提高二十趴，代替两个内友方承受物理攻击。这个是只要气血大于八十趴就可以了哈。哎、欸，也还不错。被动法天象地，主动补空补空补补空攻击，补攻触发追击零点五倍，主动攻击对战后呢，驱散目标自身携带毫毛数量的有益状态。 那主动攻击每造成一次伤害后，能可以获得一次斗战。那斗战达到两成并达到两成后，消耗并获得七天的状态。那斗战是啊，怎么这什么意思？斗破贪嗔痴慢疑，战退烦恼忘痴迷。我還要去，<laughs> 我還要去解谜，是不是？那七天是暴击率追击伤害提升三十八，造成伤害后恢复自身气血，恢复量为本次伤害的三十八。 OK，那最故意整我、啊。呃，好吧，我看不懂，好，斗这看不懂啊。神兵绝学是主攻攻击，不误攻，提升五趴到十趴，携带毫毛的时候呢，行动一加一，1, 然后移动无视敌方角色阻挡，并获得轻功。好，有一个阵法上阵兵跟优，主攻攻击，那我、個、目标位携带有益状态，伤害暴击提升八发。 好，整体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抽的角色。不知道这个角色是用送的呢，还是用抽的呢？希望是用送的啦。好啦，那对悟空的技能有什么想法？欢迎在底下留言，跟大师一起做讨论。喜欢的频道就按下订阅，按个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HFB 推举 BB D, 还有 DISCO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